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现在呢，人在一个乡下的眷村。那想到眷村，大家应该会想到童谣吧？这是一种小时候我们共通的语言，每一个国家都有。北车干嘛一朵阿妹一朵丢。幼稚园的时候啊，也喜欢听一些伊索寓言或是床边故事。因为我那时候最爱的是三国和圣经的，但这些都不是重点。重点是呢，这一些童谣跟儿童的动画，到了现今，总会被大家带入一些想象，或者是一些改变的色彩。譬如说，熊猫其实是死神的化身，妹妹背着洋娃娃，其实是一个凄惨的故事。甚至连捉泥鳅也有它的版本，就是说，在某个乡下，每到梅雨季的时候，田边就有一个小女孩哼着捉泥鳅，并邀请路人跟她一起捉泥鳅。那这个时候，就会把那个路人推到水里面窒息而死。听起来非常的恐怖，也毁坏了我们的童年。但我觉得不论真假，这会不就是各种文化、各种新想法，甚至是搞怪的创意组成，大家才会越来越进步，不是吗？那我今天呢，就是要来挑战一个乡野间的都市传说，它的名字叫做绣花鞋。这个都市传说呢，就是要在半夜的时候，在眷村的小巷内放一双绣花鞋，并且往前规律的走33步，边唱《Jua Zhen》这个童谣，再用同样的33步走回绣花鞋的原点，喊说：“宝贝，赶快穿上你的绣花鞋，我们去外婆家咯。”据说这个时候你转身，就会看到33步的那个远方，有一个小女孩，脚上穿着你准备的绣花鞋，面容哀愁的跟着你回家。他被蚊子攻击爆了。像这些蚊子啊，我们觉得它很讨厌，因为它吸我们的血，但它们也是为了讨生活嘛，立场不同嘛。如果我们自己变成蚊子的话，我也不会觉得蚊子讨厌。我们刚才在讲什么？那《Jua Zhen》这首歌呢，它是一个客家的童谣，是在讲述一个小女，她想要去外婆家参加生日宴会的期盼，但是却没有办法如愿，就想把这些话想象成自己是歌里的主角来诉说。其实这首客家童谣是蛮知名，而且蛮温馨的一个歌。配上前面这个传说之后，是有那么一点点恐怖的感觉，四周真的非常的昏暗。好，那我不多说，我们就赶快来找地方挑战吧。这个都市传说呢，有两个我觉得很困难的点。第一个就是我找不到要在哪里挑战，因为我怕吵到周遭的人。那里好像蛮适合的、哦，后面有一个田野。第二个点呢，就是《Jua Zhen》这个歌，我实在不太会唱，因为它是客家版的。对，我们还是赶快来练习一下吧。我婆阿过世，阿舅真阿舅。OK， 我就把录影机架在这。我有出现小女孩的话，摄影机是可以马上录到她的状况的。好，那我试一试，啊，开始进行吧。现在周遭的状况就是长这样子的，是有一点点诡异，但还好。OK， 那我现在赶快开始进行这个都市传说，要先把绣花鞋放原地，然后规律的往前走33步，边唱阿娇给这个童谣，再回头走回来，据说就会看到小女孩出现。准备。开始吧，3、2、1。刚刚有声音，有点恐怖。阿娇见阿娇子，阿娇婆海山里，可以不可以？海我大奔能杀你，阿娇婆。阿娇子，好，33步，然后走回去之后喊说：“宝贝，穿上你的绣花鞋，回家喽！”我再往这里转头，据说就看到小女孩出现在我现在这个位置。
然后穿着一模一样的绣花鞋，就跟我回家。那我就不多说了，赶快来，开始吧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现在第10步，相机没电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。二三、二四，快要抵达了，再几下，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十三步，最后要讲的话。据说这个时候转身，就感觉出现了。好，今天来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宝贝，穿上你的绣花鞋，回家了。啊，是不是什么都没有的？还有绣花鞋跟原本的。摄影器材还在，没有任何的异状吧？好 ，OK， 那剩下的我就不多说，去后续感染的时候再跟你讲，拜。大家都是我们后续改的时间啦、啊。这次都市传说呢，可以看到我前面一直被蚊子叮，来回走了好几个包。虽然我不是很介意这个状况，但是这让我想到一个电影，它是描述黎巴嫩难民的故事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，法官问他说：“你知道为什么你要上法庭吗？”那个12岁的小难民他说：“我要控告我的父母，因为他们生下了我。”我听了这句话，真的觉得哇、非常的揪心。那短短的两句言语，让人觉得非常的震撼。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，其实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、苦难。我们自己个人的情绪啊，我们其实对于这个世界来说，就是小小的一粒沙而已。包括我做出来的影片，也是抱着一颗开放的心。这世界上无奇不有的事情真的很多，包括会往上流的瀑布，甚至是水里面还有一些火，各种奇形怪状的状况都有。我也跟盗墓者聊过，那其实有很多的墓穴啊，他们盗墓者发现之后，考古学家才进一步发现。还有一个海洋探测员，他们是那种下海找石油的，不是这行十几年了，他在海底下看过的一些生物。其实是我们人世间没有记载到的，所以我们人类对这世界上的认知不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拼凑起来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。像我今天做这个系列之后，可能什么东西都不会出现，还会感到恐惧，感到疲乏，场地也不好找，甚至有的地方已经有产权但是却无从得知，甚至是你拍出来之后还会有人觉得在怪力乱神，所以一直很难去保持一个新奇的心情，开心的去尝试它。但是这就是我要学习要调试的，不管任何的职业都一定会遇到它瓶颈的时候，人生不就是不停的挑战吗？所以我很感谢一路陪我走来的你们，不管是支持还是不支持的，我相信你们看我的频道一定也是对一些未知的东西感到好奇吧，所以希望我们之后可以继续的努力，发现更多新奇的东西。音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有这颗热爱冒险的心。来吧，我在这里等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
海瓦达班流三里。